我们翻到第一页了哈，什么是国土安全呢？哈，国土安全呢？美国，它的解释有时候呢，随着它的一个战略报告哈不一样了哈，就这么样子。好，那这个部分呢，它的最新的是2020的括号三，2002年7月16日。公布的国土安全的国家战略，将国土安全定义为为一致性的全国努力，以预防对本土之恐怖攻击，减少国家遭受恐怖攻击之弱点，极小化损伤及从恐怖攻击中复原，明确指出应该先达成这三大目标，分别是预防对美国的恐怖攻击，减少美国面对恐怖主义的弱点，以及能够极小化恐怖攻击造成的损害以恢复原状。写了半天，最后一句话，复原一定要写，要恢复原状才是重点。比如说，我们921地震，921地震房子都垮掉了，你还是要把它重建啊，就这么样子，特别很重要，这一句话不能漏掉，好啊，讲了半天有一个小节，最少你要写结论那个小节啊，为什么要写小节跟各位讲一下，说真的，这个是景大教授自己创出来的名称，行政机关你看移民署的资料都是写结论。景大教授的书呢，他就写小节。一般的写小节是这一段完了写小节，他是一篇完了最后写小节啦。啊，我的意思跟各位讲一下，因为考试题目是他们出的啊，所以呢，你要跟着他们了。所以原则上，这个题目哦，是属于国境那个叫做跨国犯罪的。是属于那一个叫做国际司法互助的，因为移民署的长官不会那些东西，所以呢，表示这个题目是景大教授出的，你要写小节。属于考法规的部分，一定是移民署的长官出的，做写结论。跟各位讲，我也出过题目啊，只是我退休以后。叫我去出国境主法，我就跟他讲说，我已经在补习班上课了啊，就没有再请我了，就这样。因为补习班你去看到时候那个跟你说泄题的话，这妨碍考试法，把你抓去关，就这么样子。所以呢，就退休以后，我来补习班以后，我就没有再去出题目。以前我有出过题目啊，我晓得，就这样啊。有一个轮流的记住，那有一个资料库啦，资料库他重新建档的时候，我会写说我在补习班里面上课，那就不会就把我从那个命题委员把它除的那个叫做除名啦，除名的，我有命题委员，还有审题委员，还有点数委员都待过啦，就这样子，因为那个身份的问题啊，就这样子。好啊，所以呢，属于法规的，你看起来很简单的，你就写结论啊；属于你不会的，你就写小节，就这么的，更特别过你。因为警大他们都是这样弄啊，我们就最主要迎合那个考试委员的那个。命题委员的那个胃口啊，就这么样子啊，特别跟各位讲一下啦，特别所以这边有一个小节，美国由于在911遭受恐怖攻击，恐怖主义的攻击，因此将国土安全的定义偏重在对恐怖主义的预防与降低攻击伤害等层面，美国政府认为政府除保障人民生命及财产安全无疑外，亦需护卫民主、自由、
安全、经济、文化等五大核心价值。啊，那欧洲国家的那个呢，是那个汪义伟教授他自己创的啦，哈，就这样子。啊，再来，我们的一定要背，哈。三，我国依行政院国土安全政策汇报涉述及作业要点第一点规定如下：行政院为确保国土安全，协调相关应变体系，特设国土安全政策汇报，前项所称国土安全，系主为预防及因应各种重大人为危安事件或恐怖活动所造成之危害，维护与恢复国家正常运作及人民安定生活。哦，这里面呢有一个维护与恢复国家正常运作复原，哦，这样，哦，特别跟各位讲我国的你一定要背，啊，就这么样子，哦，好，国家安全和国土安全的区别，我讲后面有一个看一下，翻到第二页，第三，国家安全、国防安全与国土安全的界限与权限范围，这个是景大教授呢有两个主书耶，一个叫做汪义伟。他是非传统威胁的，哦，他写的书很难懂，哦，很难懂。啊，有一个呢叫做陈明传，我的教材呢是根据陈明传教授的版本这样编排来的，哦，就这么样子，哎，特别跟各位介绍一下。啊，陈明传的教授呢写的就比较好读一点，比较好读一点，哦，就这样子。好，那，啊，现在呢景大每年呢他都给你出一本，出一本呢不是一个人，只有他这个人自己出，不跟人家合作，别人呢就是那个刚才讲柯以瑞教授啊，就去考十外个，啊，他们景大教景大，哦，每一个学期都有办一个国境研讨会啊，每一个教授呢就写一篇研究心得，哈，啊，他们就把这些研究心得呢集中在一起，就出一本书。啊，原则上是这样子，哈，你不要看说没有什么系统，那个真的没有系统，因为每一个人都写一份，他高兴写怎么写的，哈。问题是申论题主要他出题目，他出那一题就好了。比如说那个柯以瑞教授啊，出准口翻译，那就出那一题就好了。一本那么大本，那就出那一题啊。所以呢，也要看呐，啊，哈，也要看。啊，原则上呢，有几个根本就还不够资格出题目的，那你就不要看，哦，就这样子。啊，大部分呢就这几个。啊，在警察大学教的呢，这两个主书也退休了，都叫研究所了。啊，我刚才有国境警察学系呢，是他的徒弟啊。徒弟在教了，啊，徒弟呢？徒弟还是用他们的书，哦，就这么样，特别跟各位讲一下啦，哈，哦，哎，啊，像那个柯以瑞教授，哈，哦，要出书的时候，哈，哦，他都叫我帮他写推荐序，啊，我就帮他写盖大帽子，哈，哦，好，啊，他就会送我一本了，哈，啊，送我一本呢，啊，我就看看。就那个属于命题委员的内容的东西，我就把它整合进来，哦，整合进来。像这本书，汪义伟教授的资料也有纳进来，他的教资料也有纳进来，好，哦，就这样子。特别跟各位讲一下，原则上哦，不必再看别的书了啦，哈，哦，就这么样子啊。这个呢，有新的议题，我会再给各位补充资料。什么是补充资料呢？这书里面有打一个黑签的，不是写一二三四五的，是打黑签的，那个是补充资料。跟各位讲一下，今年齁，哦，还考了两题呢，两题还有哪两题，先跟各位讲一下那一个
这下册，下册应该在那一个叫做人流管理，人流管理。各位讲，下册104页，那个有两个圈圈黑圈的，今年国政主法就考这一题呢。就这么样子哦，啊，三等的、四等的都类似哦，都类似，哎，就这么样子，哎，四等的、三等、四等，那下个礼拜哈、哦，再跟各位讲了哈、哦，这个下个礼拜我再把资料再整理一下，连题目都给各位，连答案都给各位啊，告诉各位这个题目出来要怎么来作答，好、哦、来。好，我们看那个回过来国土安全的第二页，三，国家安全、国防安全与国土安全的界限与权限，依中央警察大学国境警察学系主任陈明传教授根据美国国土安全在组织与法制上的演进研究心得，他已经叫做兼任教授，退休了啦，叫兼任教授啦齁。好，国家那个是当年他写的时候的内容啦齁。国家安全是攸关国家整体政权的存续，故较从国家整体政治与政权安危的角度为出发点，来执行较高层次较前方位的国家安全维护工作。故其包含国防安全与国土安全的范畴，整合所有储列资源以维系国家的永续经营为其核心的工作。国防安全从军事攻防的国防角度为出发，以国防与军事的考量为主轴与手段，来维系国家的安全。国土防卫是传统上免于领土受到武力入侵与外部之侵略性行动。国土安全为新兴领域，以公共行政、社会安全维护与司法事件处理之角度为主要关注点与手段，来维护国土之安全，主要是关于领土内的保护。好，这个讲了半天，跟各位举个例子。今天比如说政变呢会把领导中心赶下台被抓去关，这个叫做国家安全。中共的飞机一天到晚呢，我们的那个叫做防空识别区啊，你留那么飞来的绕绕绕，随时可能会擦枪走火会打仗，这叫国防安全。今天有人在101放个炸弹，那个恐怖活动，那个叫国土安全。这个呢，空军中共飞机如果万一打过来把我们打败了，我们的国家也垮掉了。但是呢 ,101 被炸了，领导中心还会在，不会垮掉。但是呢这个部分会影响人心，影响人心。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属于国土安全的范围。哦，就这样子，会啊，不会让领导中心垮掉，大家反而会集中意志力来对抗那个恐怖分子，哈、哦，就这么样子。好，
国土安全的范畴呢，大家呢就自己看一下。好啊，国土安全概念在各领域的发展呢，跟各位讲，这是陈明传教授写的哈、哦，就这么样子。好啊，民间化驻安体系的发展趋势，情报与国土安全。好啊，这个跟各位讲一下，这个美国为什么会发生911事件？因为美国在911事件以前，他规定情报只能够做国外的，不能做国内的，不能做国内的齁，就这么样子。所以呢，因为他们人权高涨，你在国内做情报，所以呢情报只能够做国外。啊，但是呢，所以被宾拉登掌握这个你美国的弱点，美国的弱点，他就派人到美国，进在美国本土里面啊，去那个叫做从到航空学校去学开飞机啊，就去截除民航机。这911 2001年这个日期要记住一下，记住就这一天，20年前，我们现在是2021年，美国反恐20年，回到原点。为什么？宾拉登呢？他盖达组织在阿富汗那个叫做准学术，现在最红的这个是东西是翻译的哈，叫做塔利班，现在叫做塔利班，不叫准学术了哈。塔利班包藏他啊，美国呢就派军队去打阿富汗，打阿富汗把塔利班呢赶下台啊，再来就屠族当地的傀儡政权、哦、就这样子啊，用美国的方式来助理阿富汗。诶啊，这个东西齁、哦、从川普开始那就主要想要撤军啊，撤军啊，啊，那一个叫做拜登上来啊，就说10月31号以前要撤军完毕啊，或者在9月底要撤军完毕啊。好，塔利班呢就打回来，打回来，又把阿富汗又占领了，好、哦，又占领了。所以呢，等于美国20年的反恐还是回到原点啊，他塔利班还是恐怖分子啊，是不是恐怖分子？跟各位讲，美国讲了算啊。那一个北韩，他也说他是恐怖分子啊，伊朗他也说他是恐怖分子啊，就这样子啊。所以呢，大家呢就大陆呢有一个手机铸造厂，华为。华为的老板的女儿，她到那一个加拿大，美国呢就叫她把她扣下来，扣下来要引渡。当然了，人家在请律师在打官司啊。为什么呢？美国说她跟伊朗做生意。问题来了，加拿大没有禁足啊，没有这个规定说不能跟伊朗做生意啊。所以呢，那个我们在国际司法互助里面那边有一个双重归罪，要你这边有美国有规定，加拿大也有规定，这样才能够扣人啊。啊，后来呢关了软禁了2年啊，就是这样子，交保软禁2年。习近平呢跟拜登通完电话以后，加拿大就把这个人放回去了、哦、就这么样子、欸、因为找不到法条好引渡到美国去啊、哦、就这样子。所以呢，是不是恐怖分子都是美国讲了算啊、哦、就这么样子。好，
问题来了，有一个题目了，说我们台湾会不会被恐怖攻击？以整个的情势，光我们台湾，我们不会对恐怖分子有歧视，所以呢，恐怖分子对我们台湾没有什么兴趣啦，应该不会。但是呢，恐怖分子呢，对美国非常有兴趣，他最主要是要杀美国人，哦，那个阿富汗啊，在撤军的时候 IS 的遗党啊 IS 的遗党就在机场那边用驻杀炸弹啊，把美军都炸了啊，哦，他们就那一个啊，要开始又要再怎么样啊，哦，好啊，他们最喜欢杀美国人。好，问题来了，我们现在政府跟美国走得很近啊，跟美国走得很近，啊，跟美国很近，走得很近，就会引起恐怖分子的眼红啊。他最主要，比如说这个旅馆有住美国人，他就可以攻这个旅馆啊，诶，那还是我们的恐怖活动啊，哦，就这么样子，所以呢，特别先让大家有一个印象了，题目有这个题目，就这么样子。好，好啊，刚才讲情报，情报呢不能做国内的情报。好啊，美国的情报单位也不少呢，中央情报局啊，联邦调查局。还不少呢，还有那一个叫做很多每个单位都有情报局啊，情报单位情报没有整合，没有整合，所以呢那一个叫做911以后就去检讨，检讨说你情报机关就最大的输能，情报没有整合，没有整合，虽然你从国外收集到宾拉登要攻击的情报，你没有整传到一个主管机关啊，所以他有成立一个情报总监，美国有一个国家情报总监，是911以后才成立的。18个机关都有情报单位，情报单位呢情报送到这个地方来，还是在那一个叫做各单位，还是在单位，还是单位，那是情报送到这边来。我们台湾有，我说八大情报机关啊，几大情报机关啊，跟各位讲考试题目11个，所以报纸写八大情报机关，那说说瞎掰的。11个，有一个叫做情报机关，那个在情报工作法里面，齁，国安局，军事情报局，这是国防部的，国防部那一个，电信发展署，还有一个国防部。军事安全总队，好，再来呢，
有七个速通情报机关。一样，国防部、政治作战局、宪兵指挥部、还把国防部写在前面，这是单位齁，大家比较好分，因为到移民法那边齁，还会讲到这个地方。再来是网军。朱安、朱通安，那个应该是网军，网军名称一向指挥部，下册。下册559页。朱通电金指挥部，那个法规里面有一个参谋本部，今年改的参谋本部拿掉，跟宪兵一样。主接隶属国防部，国防部完了，内政部两个，警政署，内政部移民署，所以移民署呢是速通情报机关，法务部调查局。海洋委员会、海巡署、这边数个，这边七个，二、四、六、七。好，这七个所收集到的情报，通通给他，通通给他。等于相当那个情报总监，18个情报机关的资料通通给他汇整去应用，去跟国会报告啊，这个呢，所以呢我们情报的龙头是他，国家情报工作法的主管机关是国安局，好，就这样子。所以呢那个立法院国防委员会要开会的时候，这个单位带头带这些单位要去立法院报告备询，就这么样子。好，再来呢，第四页的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与来源，这个呢大家呢就看一下。好，再来呢有一个风险跟危机意识、危机风险、危机管理的这个部分，跟各位讲一下。这两个它先有，
后来他的教材里面也加了，就这么样子啊，真的我都没地方摆啊，不然要摆哪里去啊，所以呢我就把它放在前面的概论那边啊，就这么样子啊。他们这两个呢的资料都有这个东西啦，那个叫做风险的内涵啦、啊、风险评估的步骤啦，这么样子。好啊，再来第六页，就这边就有一个圈圈齁，风险艺术风险管理应融入入场啊，这个呢大家就自己看一下。好啊，第七页一个危机管理齁，第七页还有深化推动基于风险的旅客筛查方法未来的发展齁，就这么样。我们把那个第十二看一下齁，这个东西就是他们两个都的资料啦齁。一，适当整合各种途径的计划和要素，且相互依赖及共同展现情报驱动，不可预测性、可适应性、演化性、层级化的全面基于风险的特点。二，在威胁形态的变化充分适应和演化，包括人力资源可用性的潜在变化，以及引进新的程序和技术。三，操作可以识别和分析适当的矩阵，以评估基于风险计划对侦测和减轻威胁有关的特定任务目标的有效性。四，充分解决物种的潜在影响，而不会危害到威胁侦察的能力。五，努力确保适当隐私和资料保护，并以机构的记录通知系统中详述的隐私和资料保护相一致，判适当的平衡安全和情报需求的以公众期望的方式。读起来也很累啊，这个东西应该不会考啦齁。但是呢我们正规班的就是要把所有的东西给各位，省得各位呢再到别的地方去找资料啊，那啦齁，就这么样子。考试的重点不是在这个地方，只是他们两个的教材有这个东西啦齁，就这样子。好，在下面什么兵库先联还有仙台先联。刚才啊，我们在刚才有一个叫做灾害防救，对不对？灾害防救。好，兵库先联跟仙台先联，这是警察特考。警察特考，国境警察学系，国境警察特考有一科。国境的哦，内鬼的哦，不是跟那个题目跟我们考试科目跟我们二等的差不多，颠倒一下而已。等于相当我们的移民政策了。跟各位讲，出题的老师他认为他对这个地方有研究，他就出了，就这么样子。兵库先联那个应该是属于蝗灾，应该出在国土安全这个区块，但是他是出在移民政策这个区块了，就这么样。所以呢我是说多数共通的这几科的题目都共通的啦齁。好，兵库先联仙台减灾纲领，
跟各位讲一下，其实点出来就很快就记住了，解了漏漏等。日本呢曾经发生过大阪跟神户，大地震，阪神大地震，很久了，你们可能还小了，应该二三十年前了，阪神大地震。好，神户在日本的兵库县，兵库县，这个兵库是地名啦，因为日本它是都道府县，就相当我们的县数一样的，就这么样子，兵库县。联合国呢就在兵库县那边呢开一个减灾会议，那个兵库先联呢是苏联，苏联呢要减少什么灾害啦，安尼啦，这地震的灾害，天然的灾害要怎么来防堵。跟各位讲，印尼也曾经发生过海啸啊，联合国也曾经去过啊，问题是没有这个名称啊，就这样子。好，这个呢大家就比较熟了。311日本呢宫城县的仙台，311海啸，海啸大地震，海水倒灌，就这样子。联合国呢一样在仙台，那仙台是宫城县，这很正，好，开一样开减灾会议，记住这个是苏联，这个是苏五年，苏五年呢要达成什么样的减灾目标，好啊，这个呢先让各位有一个印象，其他的呢大家就自己看，好，那个地方只说我更要跟各位讲有考过啊，考过呢，嗯，跟各位讲哦，去年哦景大教授有出一本国境主法的那个书啊，里面我看有这两个呢，有这两个呢啊，这个题目是数年前的题目呢，数年前考过的啊，去年的书里面有这个东西耶，特别跟各位提一下，提一下。所以呢他那边考过了不见得这边没有，不会考。考选部规定题目呢三年内出过的不能出。三年内出过了，那移民特考他考一个系统去绕，三年内移民特考三等的去找啊，那四等的就等的他就找不到了啊，就这么样子。而且题目会有变化，会有变化，就这么样子。他不见得一定就照这个兵库先联啊，仙台减灾纲领啊，仙台先联啊，就这样子会变化，电脑就抓不出来了啊，就这样子，特别跟各位讲一下。好，这个呢我们看那一个叫做13齁，兵库行动纲领2005年到2015年苏联。好，依据联合国第57/256决议要求检讨横滨策略及其行动计划与当属的落实情形，故2005年1月联合国于日本兵库县神户市召开世界减灾会议，其目的系为确保对于灾害脆弱度、风险评估以及灾害管理三面向的原则与执行，并借由分享相关的做法与灾害经验来强化灾害管理手段。此外，重申对于减灾政策的重要性，
敦促各国确保纳入于其政策之执行，该处会议发表并附宣言啊，即2005到2015年并附行动纲领，建构国家和社会灾害回复力啊，它的战略目标如下哈，啊，就大家呢看一下，你没有办法写那么多，但是呢，最少我讲的那些重点要记住一下哈，哦。好，再来我们看实数，那个2015到2030仙台减灾纲领。2015年3月14日到18日在日本宫城县仙台市举行的第三届世界减灾会议通过2015年到2030年减灾纲领，这份宣言提议推动重要策略如下，哦，这个东西就这样子啊，把那个这两个大地震呢海啸呢写出来，哦，就可以增加你的那个内容了，因为那些真的还很难背啦，很难背啊，这个东西呢你要背的东西还 不少啦，啊，跟各位讲要背的东西不在这个地方，在我国的国土安全那边，因为那个地方是我们自己的啊，网站上有啊，就这么样子啊，这个呢这些啊只有景大教授有而已啊，就这么样子。好，再来第十页齁，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2021年9月1日报告，过去50年与天气有关的灾害增加，损失上升，死亡减少。啊，这个部分齁，一样给各位当参考，大家看这个故事呢比较好看，记起来齁，就这样子。啊，现在最夯的，因为现在齁那一个气候变迁也是属于灾害啊，对不对齁，哦，要减碳啊。2025年要减碳到 1.5 啊齁，哦，就这么样子。现在呢在英国开会啊， G20 个先进国家在那边开会啊齁，哦，要达成的那个目标。达成的那个目标。所以这个到时候我在一直在盯嘿他的宣言是什么东西。到时候呢就会给各位补充教材，哦，原则上国土安全结束会给各位一本补充教材补充资料啊，那个是算是新的内容，哦，就这样子，因为这个地方都已经印好了啊，不能再印了，到时候还是会有一本没有那么厚，哦，就这么样子啊，那个呢就是尊重大家呢里面联合国的东西有最少有三个单位要看一下的资料要看一下。这几个齁，这三个他们的决定做什么，诶，都是景大教授的考试题目啊，就这个人口贩运呢，人口贩运归这个单位管啊，人口贩运等于有两个，一个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个是联合国的啊，我们的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诶，我们的报纸竟然不登呢，因为没有谈我们不是会员国他就不会对我们有评鉴啊，所以我们台湾的报纸不会登，有时候在网站上去捞，哦，就这么样子。啊，美国的呢
他就会了，因为美国呢，他每个国家地区，香港啊、台湾啊，他呢有派驻大使馆、领事馆代表处的，他们国务他们都会，那归国务院管，他就会平等哈、哦，就这么样子哈。啊，明了讲那个平等也不是很客观啊。对美国好的，他就把他打第一级；不甩美国的，他就把他打第三级。中共都不甩美国，所以他就每年都得第三级，啊，得第三级，然后就还是跟吵，每天都吵架。啊，我们呢，平常没事干啊，啊，就是去抱美国大腿啊，所以我们都得第一级啊，哈，已经连续12年得第一级了。好，你们考试的时候是13点。明年是13，连续13年。美国的齁，那个是从2010年 ,2010年开始。10年开始第一级以后每年都得第一级。欸，反正他主要你有做，你有做他就给你第一级。你没有做他就给你打二级三级还有第二级观察名单。你就不理他他就给你打第三级齁，就这么。所以明年你们考试是连续13年得第一级，因为他每年都是七月。最早呢是6月26。26日。啊，今年最晚7月12日。齁。所以呢那就赶不及了，他是写7月1号。去年是7月1号没有错齁，就这么样子，但今年比较晚。哎，好，第11页，世界气象组织预警，气候变迁助天灾暴增，半数据来平均每日夺100命。看一下，好，第12页，联合国2021年气候报告，全球暖化快于预期啊，它这边有几点呢？大家就要好好看一下了啦。吼，全球升温摄氏 1.5 度恐提前发生，阻止气候的暖化的自然盟友趋于衰弱。气候变迁是造成极端气候的祸首，海平面上升更高更快，来自遥远过去的可怕警告，甲烷排放成焦点，聚焦区域差异。好啊，这个部分呢，举一个例子，气候变化等于我们现在都在烧煤，烧煤呢就把呢大气层烧了一个破了一个洞哦，就这么样子啊，破了洞呢，北极呢就冰，南极跟北极的冰呢就融化，冰融化呢，海平面呢就上升，海平面上升呢，我们的一个邦交国叫做海地，海地过几年呢，它就会沉下去，沉下去呢就变成了。人他跑到哪里？哎，人要地方去啊，救人，当黄土领土都在海里面啊。啊，人呢？人当然就要，他海地就在澳洲的旁边啊，就要到澳洲去啊。大家世界各国，哎，就要那个是灾民啊，就要去救他啊，对不对？好，印度呢？那印尼，印尼的首都呢？雅加达。说在25年就会存到海底去了，所以呢他们现在在盖新的首都，盖新的首都要盖在哪里也不晓得，我忘记了，在盖新的首都，因为他们那边，因为印尼那边澳洲过去就是南极了，就南极了、哦、啊，所以呢那边受灾就比较严重，海平面上升的时候低洼的地方就会陷到海底去，就不能住人啊！这个就气候变迁，
现在等于气候变迁，你看刚才不是有一个考试题目吗？巴黎气候协定啊，齁、哦、就这么样，就特别困。所以今天我们回去的题目啊，就是写巴黎协定啊，齁、哦、就这么样的内容啊，齁、哦。好。还没有，刚才第十四页，极地气候变化恐成关键转折点，还有大西洋环流恐持续减弱、哦、到这个地方。好，按、啊、照另外一个，联合国发表2021年科学报告五大重点，这个大家看一下就好了。好啊，再来16页，因应联合国最新气候变迁报告之科学说明与回应啊，这个是我们一个教授写的啊，这个部分齁、哦、最主要前面那些是一个前言，这个才是真正的你的答案，这个是在这边是你的答案，因为你说真的叫你写你也写不出这个东西出来啊，所以这个是你的答案，前面是属于题目的引言或者前言啊，后面是答案、哦、就这么样子。好啊，再来第17页呢，气候变迁加剧，台湾21世纪初夏季最长增加到150天，这个当故事看就好了。好啊，这边有一个评论，能源迷航准躲过气候警报啊，第19位，台湾暖化快于全球。好，巨大农损恐成常态。好，第19位，第16，联合国难民署2020年6月发布全球趋势报告，1%的世界人口流离失所。跟各位讲一下，这个呢，你要从里边去找测验题，就测验题啊，那个全球流离失所的人数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啊？啊，就这么样子、啊。今年的考试题目来，第20页。那个中间那边，首先2019年的新增流离失所者令问题令人担忧，尤其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撒哈拉地区、也门和叙利亚，叙利亚的冲突已经进入第10年，产生了1320万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占全球总数的1/6，答案就是叙利亚、哦、今年的考试题。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个东西、哦、我要找最新的资料把它放进去、啊哦、就这么样子特别啊。刚才呢，刚才有一个考试题目给各位看了、啊、那个说那个联邦调查局公布的啊，全球最安全的前几个国家、哦、那个就是这是属于这一些啊、哦、就这样子。